为庆祝端午节，台湾之星文化艺术基金会特别在埔里镇妈祖庙举办一场祈福隆重庆端阳民俗活动。活动中安排有绑肉粽比赛、传统风味粽选拔等，还有粽子趣味闯关及香包 DIY 等精彩内容，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孩前往参加。